奇遇的妇人，算了，你要再唱，才刚写进去就下雨，然后连唱都没唱。然后唱这首歌会下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今天就不唱了，好，今天就 CD 就好啊。今天唱别的。其实这几天的，工作还蛮有趣，说工作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就其实跑的也不算通告，算什么活动啊，心情的变化蛮大的，蛮有趣的，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今天也邀请我的好朋友来听啊，是一群很认真玩乐器的妹妹小女生的。也不小，他们都蛮大的啊，就是弦乐团的那些，我有一个弦乐团的一个那个乐手们的，然后请他们来听我表演这样。通常他们都是跟我一起表演，但这个乐团我一直很努力在推，连把原住民的音乐跟弦乐团合在一起，我觉得很有趣的，就是弦乐团是西方的古典，然后。我唱传统歌谣，我还要一样算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古典乐啊，合在一起啊，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。结果今年好像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，就即使没有机会可以表演啊，他们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啊。我说好吧，那你就来这边听我表演。你们要叫他们表演一下吗？这边比较难嘛，好，空间太小了。摆上去就二分之一的位置就没有，然后现在他们忍耐了，然后有一首歌跟他们合作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，然后这首歌其实我还蛮常唱的，是一个阿美族的传统歌谣，不一定你们也听过《欢乐饮酒歌》。Oh, yeah.
谢谢。